对，生日快乐！我叫你不要打哦。谁谁谁呢？第二个，哒哒哒哒，哈哈哈哈，没自由，哎，不。陈医生阿姨，你的感想？你要讲一下你的感想。虽然你穿素衣，虽然讲素衣，可是很有意思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罪。你看啊，这个这边打着打，哇，这个没有。我在打着打，打着打，哦，我两个在打着打，两个。我用手当女哦，女儿出来了，很好吃，我跟你讲，生日快乐啊！哎，听说今天有生日哦，是谁？是不是你？好像是你嘞！好强大！录完了。生日快乐！三千，怎么回事？